好的人，希望你们的人生当中都有这一份新的心跳，送给大家。掌声的歌，给曼青，谢谢。也许你看过太多悲剧，也受过太多委屈，你怕不愿回首的过去会一直延续，但生命够曲折才够真实，忍痛过才够坚持，故事还没有走到结局，就让我们忘了过去所有悲伤，打开受伤的翅膀，来为自己带上渺小的皇冠。搜寻你呢？主持人问这个问题非常好，非常专业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人手一机，对吧？只要把你的手机打开，脸书、Facebook 查询陈曼青，然后有一个蓝色的勾勾，那个就是我的粉丝页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、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曼青，热烈热烈的欢呼，先就感谢主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主持人姐姐我又要再一次来为各位送。